对居住在湖北省黄冈市的李安先生来说，中共肺炎疫情似乎是突然爆发，在措手不及之间就夺走了他最亲爱的家人。我现在强烈的感觉到这个真的是五中恶事，没有比这个更黑暗的世界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很残酷很残酷，眼泪都有那种流光的感觉，都是很伤心的，很悲从中来的那种感觉。我现在太阳照在我身上，我都感觉那种太阳都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感觉。利安一家是虔诚的佛教徒，父母虽然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，但是四年来一直住在黄冈市中心医院，身体调理得不错。去年底，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吹响了中共肺炎疫情的哨声，但立即就被当局打压。进入今年一月，中共肺炎在武汉爆发，但当局仍然隐瞒确诊人数，同时宣传没有人传人。我当时以为那个区域是在武汉，跟黄冈这边没有关联性，这个上面我就疏忽了。然后他们也做了一个误导，就是没当一回事。如果他早点宣传的话，不会去隐瞒公众，剥夺了我们的知情权。因为这个信息的不对称，大家所处在的位置不一样，获得的情报也不一样。1月23号，疫情中心武汉突然封城，但是约有60-70万人赶在封城前返回了黄冈市，黄冈疫情迅速恶化。1月底，利安的母亲到当地中心菜场买菜回来后，连续几天饮食不佳，打针也没有改善。我妈染病上身，我把那个电视里面的一些信息、翻墙软件的信息都告诉我妈了，我叫我妈注意。但是政府层面上根本都没有什么那个，我们所以也就疏忽了这个事情了。政府上面这里面有个欺瞒公众的一个行为，根本都不跟我们说那个武汉的真实的情况。2月4号，利安的母亲在医院做阴拭子及 CT 检测后作为疑似病例，第二天被送往黄冈版的小汤山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隔离，几天之后确诊感染了中共肺炎。母亲的病情随后加重，又被转到重症监护室。2月22号晚上8点多，利安母亲去世了。随后利安父亲因承受不住打击也去世。痛失双亲，利安表示他不是想要经济赔偿，就是想向中共当局讨个说法。我母亲她抚养我们一场不容易，什么原因被感染的我都不知道，都没有确切的确诊呢就直接转到那边去了，我怀疑是在那边去感染的。而且更加是没有人性的，就是我妈在病危的时候我们想去见最后一面都不允许见。我哥从深圳平常去区长签字才能够回来，没看到我妈最后一面，只是看到一副棺材。李安说他知道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无法申冤，因此希望获得国际法律援助。这写上要写长的，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政府要推翻掉。这个政府真的很烂的，很垃圾的那种的，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在那说话，一点不活得不真实。我现在真的希望联合国能够介入啊，推行全员一票，我们选合格的拥护的政党上台，那是最好。李安表示，中共的虚假数据不仅害了中国百姓，也害了美国、意大利等国家，连世界卫生组织也偏袒中共。李安还说，目前黄冈市已经解除了封城，但现在市民都戴口罩，而在黄冈市团丰县已经掀起了恐慌性囤积粮油的风潮，说明市民已经不信任共产党所说的话。